我们有自己有个梦想，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非唯有超世之才，但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未来不光有中国的航天员在上面执行任务，那么我们可能邀请世界各地的有志报名航天的青少年都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航天的队伍，这个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